让女朋友给你拍。张钧就是一个职场女性，是，然后她也是那种很飒很 A 的角色，然后我觉得跟我们 Make 非常的配，对，因为在职场穿的都是那种正装嘛，需要比较那种厉害的妆容，对，就很飒那种，带气场，走带风那种感觉，对，是有气场。然后小小跟大家透露一下，剧透一下，就是可能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。哦，不要说是我说的，不知道，我没听到，好不好？很快就要见面了啊，很快就要见面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，好不好？白鹿带来的新剧啊，白鹿带来的新剧。